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357页第五行，从头看起。真解云：普等三昧，即大寂定，并是念佛三昧一名也。今佛为说念佛法门，住念佛三昧，故知大寂定，通说即是佛之禅定，名大涅槃。真解说得很清楚，普等三昧。普是普遍，等是平等。在这个大定当中，对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平等对待。换一句话说，真正做到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这才是普等三昧。那么这就是大寂定。大寂定是大般涅槃。由此可知，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我们现在应该要努力的学，为什么呢？这才是诸法实相。本来如是啊。我们在一切法里面分别执着，这就错了，就迷了。自信里面圆满的智慧德能不能现前，迷了时候所现的都是烦恼，所造的呢都是业障。所以诸佛与法身菩萨没有一个不重视明心见性，重视心得。与心得相应的就是佛菩萨，与心得相违背的就是凡夫。那么这些都是念佛三昧的意名。今天释迦牟尼佛为大家说念佛法门，所以佛住念佛三昧。换一句话说，佛说这部经是从念佛三昧流出来的。念佛三昧是真如自性。我们凡夫说话是从第六意识流出来的。那个根源呢，根源是阿赖耶识里头无量劫来落下的种子，是这么流出来的。诸佛法身菩萨他们讲经说法
是从自性里流出来的。啊，由自性通过念佛三昧，不一样啊。啊，所以字字句句都真实。古之大寂定，通俗就是佛的禅定，就大般涅槃。若谙精进，啊，用精进的意思来说，则指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又称之为宝王三昧，三昧中王。说今日世尊开言净土法门，故入念佛宝王三昧。啊，这些话念老引经引祖师大德的注解，让我们合起来看，就能看出啊经里面的大意。啊，所以这个注解不是他做的，是他集经论祖师大德之大成。啊，非常稀有难得了。啊，住其特法，经言所说，佛所的法超出于法，超出于人，超出等觉菩萨。啊，圣地、声闻、缘觉，那就不必说了，全超越了。在世所无啊，故云其特，就世间找不到。这个世间是十法界，啊，十法界找不到，十法界没有办法跟它相比。何赞曰：既凡秘书，今日讲述，故曰诸其特。既是旧记。凡是六道凡夫，也包括四圣法界。六道称内凡，四圣称外凡，就是六道之外，他还是算凡夫。啊，大乘凡圣的标准，是以用心，用真心，用自信，那就是圣。用阿赖耶就是凡，六道通通是用阿赖耶。阿赖耶最明显的就是记忆，昨天我做的事情，过去我做的事情，一想就想出来了，这是阿赖耶。阿赖耶资料库一样，我一想那个昨天的前天的啊，资料就调出来了，啊，阿赖耶是管这个。啊，第六呢？第六是染污，啊，就是我，执着我是第六意识。啊，我就带着贪嗔痴，所以第六意识是四个东西组成的：我见。见是见解，就认为有个我。啊，我爱，我爱是贪。啊，我痴是愚痴，我慢，傲慢是嗔恨。啊，所以贪嗔痴三毒烦恼，跟我见同时起来，这构成了摩那识。啊，摩那是
四大烦恼常相随呀。什么时候有的呢？一念不觉那个时候就有。啊，第六意识比较单纯，它分别当然也有执着，执着很轻，分别很重。啊，莫那呢，执着特别重，分别比较轻。所以转识成智，从这两个是下手啊。啊，转莫那识就是转烦恼。转烦恼为菩提，转第六意识，那就是转所知，啊，破所知障啊。第七是烦恼障的根源，第六是所知障的根源，这两样东西都障道。障碍我们明心见性啊，巩固阿赖耶啊，我们转不动它，原因在此地啊，所以看破就重要了，看不见，了解事实真相，然后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它不是真的。我坚决要放下，就真的把它放下了。啊，所以合赞里面讲啊，既凡秘书，救济凡夫，秘密的方法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今天佛要给我们讲这桩事情，又真解曰：奇特法者，如来正觉果海，这叫奇特。奇特到极处啊，一直到下面，花光出佛，知闻障矣。啊，经文里面呢说了很多，我们就看出他对奇特的形容。切如华严性器品，有这样一句经文。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智啊，叹之曰：奇哉，奇则其一，其而非特啊，是很奇怪。怎么呢？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智，就是有如来智慧啊，这非常奇妙啊！啊，又如《法华提婆品》，龙女成佛。啊，龙是畜生道啊，龙女只有八岁，啊，她成佛了，这个很特别，特而非奇。啊，那么今天这个法门呢，不但奇而且特啊，奇特或者这或者是为什么经书众宝莲花周满世界极乐世界莲花世界
那么这个莲花，你要说它是依报呢，花外没有证据啊，花外无佛证据，佛证就是真报啊，不是依报啊。你要说它是正报呢，则设有百千亿业，它有化半啊，那这明明是一报啊。你说是因，在如来果上功德，欲因是果，则十方所生妙法。欲因是主，则能含十方无量慧。欲因是伴的，则唯识如来真觉。欲因是一法呢，则此化出无量法。欲因是无量啊，则一一句名号，这奇奇特特，不可称，不可说，不可思议之法了，强名为其特法。上面是这个意思，很深呐、啊。你说什么都不是，但他什么都是。啊，这是什么？是自信。最奇最特的无过于自信的、啊、自信是每个人本来具足，不是从外头来的。啊，极乐世界七宝池中的莲花，十方世界往生的人都是以莲花化身啊，莲花从哪里来的呢？念佛人功德自然成就，十方世界有一个众生能信，发愿求生，念阿弥陀佛，七宝池中就长一颗莲花。啊，这颗莲花没开，花苞。所以这个莲花是从自信变现出来的。用现在科学家的话，是念力。啊，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这科学家说的。啊，是念力在七宝池里头出现莲花，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依报，念力是属于真报，但是它确实有物质现象。啊，所以你说它是物质现象，是依报，那话里头有证据，有如来有证据。啊，也就是那个里头有念佛人的意念在当中。那么你要说它是正报呢，它确实现出来是话。
它是莲花，莲花是我们依报还境。啊，你要说它是因，这个话它是如来果上功德成就的。你要说它是果呢，是十方世界念佛人所生的。果上功德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愿力加持的啊，而众生念佛这个功德在其中啊，你说他是主，他能含十方三世无量智慧它不是独有的。你说它是伴呢？哎，在唯识如来真觉，如来真觉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之所成就。你说它一法，它能出乎两法。啊，花中现佛。佛放光明，光中有菩萨，光中有佛刹，啊，所以他出无量法，啊，语言是无量的，则业一句名号，现无量无边一切法，都不离一句名号。总借到最后啊，借到名号上啊，让我们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其他法就是这一句名号。这一句名号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全体。不但是阿弥陀佛的全体，也可以说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的全体。这佛号得了吗？你念这一句佛号，一切具足，一样都不缺，因为它是万德洪明。啊，念佛的人很多啊，对这一句佛号的意思能理解的人不多。啊，所以还有认为有别的法了，哎，跟这个差不多。或者认为还有别的法了，超过阿弥陀佛。这全是错觉，看错了，想错了。下面子六十指，前面引的是经论，这个地方是念老给我们做个总结。如来果得了，成为其德。如来果得是一切众生统统有啊，一点都不稀奇啊。那为什么成为其德呢？我们迷了自己的果德。啊，果德上的大圆满，我们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啊，我们他一问呢，他在哪里呢？他在，变质了。自性果德里头的般若智慧，变成现在的烦恼。啊，大乘经上常说，烦恼即菩提啊。菩提就是正觉，迷了时候叫烦恼，悟了时候叫正觉，它是一，不是二啊。这个事情总要知道啊。诸佛如来在果地无量智慧，我们现在当凡夫无量烦恼。迷的念头一转过来，觉悟了，烦恼立刻就变成智慧了。烦恼都不怕了，说明就智慧多，智慧大了。啊，怎么能够把烦恼转成菩提呢？转迷为悟，把迷放下就行了，就觉悟了。啊，什么是迷？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东西一放下就觉悟了。啊，我们的真干放下帮助觉悟，觉悟帮助放下。放下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破。啊，觉悟看破。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没有别的办法。你了解的越多，你放下就越多。啊，为什么放不下？不了解，所以放不下。啊，真明了了，真清楚了，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下面说最极奇特，如经中啊，花光出佛之文。那段经文真是很特别。莲花放光啊，光中现佛，佛又现一真。啊，佛现佛身，佛现声闻缘觉，大众围绕，又现出宫殿。啊，在光中能看到诸佛刹土一真庄严，这真叫奇特法。啊，且如华严经云，一切众生身中有真觉智，啊，就是如来智慧德相，此实其特，真实。但众生皆具，每一个众生都有。这非奇特现象，故云奇而非特。啊，一切众生通通有啊。
啊，《法华经》中，龙女成佛8岁之龙女，能力皆成佛，确极特殊啊，但特而非奇。为什么非奇呢？因众生本来是佛，人人有份呐、啊，个个现成呐、啊。龙女成佛有什么奇怪呀、啊？啊，不奇怪呀、啊。唯独此经中只净宗一法，既是最奇，又是最特。啊，下面经中宝莲佛光品，从一真、因果、主办、一多等等说明之。这里把这个大意略略略说出来。一常情而论，七宝池中的莲花应该是一宝啊，若说它是一宝呢，一夜花了出36亿8000亿光，花中放光，夜夜光中啊出36亿8000亿佛，36亿8000不是数字，是表法的，代表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表这个意思啊，表圆满。可见佛从化现，故云法化外无佛，不能说它是一宝。如果说它是因的，但此乃如来果德之成就，它不是因啊。宝池当中莲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它是果上所现出来的。啊，不能说它是一宝啊。若说是正报，经中说了，花有8000亿叶，明明是说花说叶，而非佛身，所以你不能说的是真。啊，若说是因，但此乃如来果德之成就，它不是因。你说的是果呢？说此花了是十方世界所生之物，十方世界有一个众生念佛，他就生一朵花啊，不待行人果觉公园呢、啊、只要心里头念，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我想往生七宝池中，就有一朵花，不但有花，花上还有名字，你绝对不会搞错啊！我们往生时候到了，佛就是带着这一朵莲花啊，手上拿着这朵莲花来迎接你。这个花是你自己念出来的啊，你念佛的功夫深，这花就很大；念佛的功夫浅，这花就小。不可思议啊！啊，那么从这些经文上，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世间事情哪一桩是真的？咱念佛莲花大小是真的啊，真带得去啊！啊，这个世间其他一切法带不走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带不走的就随便一点，马虎一点，不去计较了，不放在心上。带得走的要非常认真。我们念一声佛号，就等于给个莲花加了一滴水。我每天拼命去念，这个花就越扬越大，佛看到欢喜啊，真精进啊。啊，同伴看到欢喜啊，给他们很大的鼓励。啊，这才是我们真正该做的，啊，应该要干的。这个下面说，若说是主，则能含十方三世无量智慧，含摄一切的其般甚多。那不能说他是主。若言是半呢，则心外无法，唯是如来真觉。所以极乐世界的一真诸般一切一切，唯是阿弥陀如来自心所现。于说是一法，但一花中有无量光，其中出生无量法。若说是无量啊，只是一句名号啊，三种庄严入一法句，所以说它其中之其，特中之特，不可称，不可说，不可思议之法了。只有在极乐世界，这才能看见。啊，也不可安名，他没有名字，勉强给他安个名，叫其他法。啊，这是本经上释迦牟尼佛啊，说他这个名字是其他法。说今日世尊与宣弥陀宏愿一尘，一尘就是成佛之法啊。通常成佛是有阶级的啊，像在学校读书，你要拿博士学位，你得念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你才能拿到啊。这是通途法门呐、啊。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呢、啊，不需要小学、中学、大学，不需要。任何一个人直接
到他那里都拿到最高的学位。这就是七德法。啊，而且是真拿到，不是假的。啊，这就是弥陀宏愿一乘。啊，它不是三乘，不是二乘。啊，住于弥陀之所住，佛佛相念呢。这个住是什么呢？心上真有。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心里头完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讲出这部经。那我们接受呢，要用清净心去接受，心里头也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别无杂念。世尊讲的话我们就能听懂，那阿难结集出经典，我们今天展开经卷，我们能看得懂，原因在此地。你心不是阿弥陀佛的心，你怎么能说得出阿弥陀佛的法？心不是弥陀的心，你怎么能看得懂阿弥陀所说的经？啊，总得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最奇特之法呢，是住于弥陀之所住，佛佛相念，释迦念弥陀，弥陀念释迦，叫佛佛相念呐。啊，古云诸其他法，弥陀，我心本是一体，说法如是，闻法也如是。啊，这就是诸其他法。下面一段说：住，住佛所住啊，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啊，最深之道啊，就是一句名号，要特别提出来。啊，南无阿弥陀佛，是佛法里的最深之道。啊，你不念弥陀，你念谁呢？佛所住者，净言素月。住佛住者，涅槃常苦啊。住佛同住啊。啊，涅槃。就是前面所说的真舍之际，就是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的性体啊，自性本体。慧能大师所说的自信，啊，这是佛所住啊。今日世兄，世兄是指释迦牟尼佛。住彼所住，
住大涅槃，能起化用啊！啊，住彼所住，彼是指诸佛，一切诸佛之所住啊，就是大涅槃，就是真实之极。所以能起教化众生的大用啊！慧疏曰：“佛所住，不是二乘菩萨所能及。”为佛与佛住之啊，这住在哪里呢？我们讲白一点，不起心不动念，是诸佛之所住啊。二乘全教菩萨他还起心动念，阿罗汉辟支佛只是放下执着啊，他还有分别了。菩萨提升了一级，执着放下了，分别也放下了，但是他还有起心动念啊，唯有诸佛如来不起心不动念啊，这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眼缘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什么？这叫智慧。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如来大定啊！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样样明了，眼看得清楚，耳听得清楚啊，鼻之嗅，舌之尝，身之粗，样样清楚。这是自信本具智慧。如如不动啊，是自信本定。啊，会看一切万法。皆是无常的啊，万法是什么？般若经上讲得很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物质现象不可得，精神现象也不可得，连自然现象都不可得啊。从哪里来的？从一念不觉来的，一念不觉是假的，所发生的现象当然是假的。啊，现在科学家不说一念不觉，他说波动。啊，证明整个宇宙是一个波动的现象。啊，这个波动现象，科学家有时候也说脉动现象，啊，我们人上人的脉搏，啊，就是像脉搏这个现象一样，啊，他要是不动，一切法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法
没有一法是独立生存的，是独立存在的，不可能。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太短，只有1600兆分之1秒，你怎么能坐得住？所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这些现象，都是这些波动累积在一起，我们看到一个幻象。单独的我们见不到啊。所以世尊说，所有现象啊，叫当初出生的，随处灭尽。科学家发现意念，这念头突然蹦出来，立刻就消除了，消失掉了。没有任何原因。科学家看这个现象，就是佛在经上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说这种事。所以佛所住的，菩萨二乘做不到，为佛与佛住之。又佛说三乘随他教示，故住三乘法。这个说得好啊。凡夫心住在哪里呢？我们看现前我们社会的一般凡夫，他住在自私自利，住在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他住这里。那这些东西呢，我们现在学了佛知道了，全是假的。所以他这一生到最后是一场空啊。佛法说得好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凡夫一生到最后算总账，业有善业，有恶业。你是善多还是恶多？善多感的就三善道果报，恶多呢感的就是三恶道果报。轮回里头，无量劫来，出不去啊。佛又告诉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决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善道的时间短呐。我们细心想一想佛这几句话，真的吗？我们从因果上去看，从早到晚，从星期天到星期六，太长了，不要看，看一个星期的，大概还能记得。我起心动念，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我的言语是好话多还是坏话多？
我所做的事是善事多还是恶事多，你只要这样一反省就明白了。多的力量大了，先牵着你去受报啊。如果恶念恶行多，那就三恶道去了。善念善行多，三善道去了啊。现在这个社会，将来往生三恶三善道的人很少很少啊。三恶道啊，陈皮排队进去了，不知道有多少啊。啊，我们自己细心去想想，那排队里头有没有我的份？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念佛的人的真念才能往生，不是真念不能往生啊。真念一定是净念相继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不允许杂念掺杂进来。啊，佛在经上讲的标准，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讲得很严格了，一毫一分夹杂在里面，都把我们的净念破坏了。啊，我们很难得。佛菩萨慈悲在经教里头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勉励我们，警策我们。啊，我们离开经教，谁来给我们说这些？没人讲了。啊，没有人讲，长期下去肯定堕落了，堕落自己不知道啊，自自然然堕落就像此地佛说三乘人随他教师过诸三乘法人过自助自己喜爱之法啊，贪财的人天天心里只有财，贪色的人心里天天只有色啊，随其所好嘛，自然感他的业报。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佛诸佛所住所以经上说诸佛所住啊啊，经佛所说是佛果据经上所讲的都是佛果地上的境界，故诸语诸佛自知所住啊。我们这些年来提出了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这是诸佛自知所住。我们能把心住在这上，就是诸佛所住啊。二流处，此殊胜妙法。念佛成佛之奇特妙法了，真是奇特。你看看，烦恼不要断，自己没有了；业障啊，不要去消，也没有了。啊，怎么会没有？自己一心专注啊，一佛念佛，这是自己的功德。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这两个力量让你无始劫来的烦恼自然没了啊，无始劫到今天的业障啊也没有了。真是奇特妙极呀！有没有道理？有，佛在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原理。啊，我今天一心就想阿弥陀佛，别的都不想了，不想就没有了，想的就现前了，念念是佛，阿弥陀佛现前，其他一切法没了。这是理呀，理上讲得通啊，啊，那事上当然就有可能。这个道理我们要掌握住啊，在这一生当中得真舍利益，啊，所以从佛自所住流出殊胜妙法啊，念佛成佛，奇特的妙法，以为众生之因心，又真切曰：诸佛所住者，住普等三昧，普等三昧即大极定。并是念佛三昧之一名，真解的原文。啊，念佛三昧，大极定，大涅槃，这些字，我们都不好懂。啊，普等这两个字我们容易懂，普是普遍，等是平等，我们认真去学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遍的第三种，含容空有啊，含是包含，空是虚空啊，你的心量多大了，我的心量包虚空
啊，容也是包容，包容万有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我统统包容。为什么？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我在这里头不分彼此，平等对待。这就对了，这就是你自己真心流露，这就是诸佛所住。啊，大乘教里常说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就这个意思。三世诸佛皆住此念佛，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没有不念阿弥陀佛的。啊，古云佛所住，见佛呢，为说念佛法门，住念佛三昧。真洁之说更切近之啊，他说的好啊。啊，下面导师啊，经上讲的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啊，诸佛所住啊，借着就是导师之心，导师者，指引导他人入于佛道，啊，这才能称导师。摄诸断戒经曰：好导师者，令众生利，是其正道。啊，你要带领一切众生，要把正道啊指示给他。啊，正道是什么？成佛之道，回归自信之道。啊，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话来讲呢，啊，帮助一切众生回归本性之道，本性是善呐。啊，三字书《三字经》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我们能够帮助人，引导人，啊，回归本性，这个人导师啊。标准在此地。华首金月能为人说无生死道，故名道士。啊，无生死就是回归自信。啊，回归自信，生死就没有了。佛报恩金月大道士者，以正路是涅槃经，经是道路，通往涅槃的这一条道路叫涅槃经。啊，使得无为常乐苦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涅槃经的大门，大门进入极乐世界，就进入大涅槃了。啊，你决定可以证得。
无为，知无为法，法而入世啊。常乐，知常乐我，自心本具啊，常乐我净，这四净德是自性的本自具足的。啊，我们迷了自性呢，这四德失掉了。常是不生不灭。啊，你看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一切法无常，无常就是有生有灭的，它不是真的。啊，常是真的，常是不生不灭。啊，乐是离一切苦，我是自在主宰，净是清净，不染。又真解曰：“道是行者，即弥陀世尊，平等戒引呢，所无异故。”这个话说得好，我们要学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平等戒引。无逆施恶戒不戒淫呢？戒淫，四十八愿里都有啊。唯除诽谤正法，那、啊、这一句话，古德有很多解释。善导大师解释的就非常好。传说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阿弥陀佛说，忤逆施恶，毁谤正法，只要他最后那一口气还没断，肯回头，肯忏悔，肯认错，阿弥陀佛还是戒引他，慈悲到极处啊！那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造作无逆施恶毁谤正法时，他有没有佛性？有啊，他是不是佛？他是佛啊，那是佛就能帮助他成佛啊。那怎么可以不要他呢？啊，所以善导讲，阿弥陀佛说这一句话，是希望人不要造这个重罪。啊，无逆施恶，毁谤非法佛法了，罪也太重了，别干这个事情。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弥陀不摄受啊，弥陀摄受啊，不得了啊。大道士啊，即弥陀世尊以本愿引摄无尘啊，无尘就把一切众生统统包含进了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上到等觉菩萨，下到阿鼻地狱众生，弥陀心量大，通通包容，平等摄受啊，只要你具足三个条件，真心信有西方净土，
有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48愿是真的啊，接引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一点都不假了。故今本师演说本经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演说这部无量寿经，正是助弥陀之所行也。助弥陀之所助，行弥陀之所行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大众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把西方极乐世界详细介绍给大家啊，希望大家呢发心。现在人说移民啊，啊，移民到极乐世界啊，在那个地方圆满成就。最深之道，净严素曰：“无上菩提是最深道。”又慧疏十曰：“与一切事出世间无有能比。”啊，在一切事出世间，没有法子跟他相比。这是最深道啊，真解曰：最深道者，念佛往生一道。这说得干净利落。为什么呢？于一切方便中无上最深故。还有比这更方便的吗？不需要断烦恼，不需要消业障，纵然干了无逆收获，忏悔改过，真能往生。找不到比这个再殊胜的了，找不到了。我们在这一生遇到了，你说这个多难得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就像中第一特奖一样啊！10,000人中只有一个中啊！啊，这我们多幸运呢！10,000,000劫难遭遇，我们遇到了；5,000,000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逢到了。这一生要忽略了啊，那就真的对不起自己，真的错了啊！你一生干别的错事都是小错，没什么了不起，这一桩事情疏忽了，你真叫大错了。又最深道者，解脱道，这也是真解里头说的。涅槃经云：无上上真解脱。故无上上呢，就是最深意。啊，跟这个经上讲，最深道者，涅槃经上无上上，还是这个意思。啊，
真结之两说，互为表里。因念佛即无上上最深之道。往生必真涅槃也。换一句话说，往生你就是成佛了。又正当念佛时，心作心事，观经上说的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你本来是佛。是心作佛，我现在要回头，我要作佛。啊，当下即是。即无上上解脱是也。做佛的时间，做佛的处所不远了，就在当前这一念。啊，今日世尊将言弥陀之妙法，故住于弥陀之所住，行弥陀之所行，念弥陀之所念，故云住诸佛所住最深之道，就说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今天放下万缘，一心念佛，学习无量寿经，就是真正的住弥陀之所住，行弥陀之所行，念弥陀之所念，啊，就是经上讲的住诸佛所住最深之道，我们就落实了。啊，这两句经文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我们每一天最重要的工作。啊，处事待人接物，一切时一切处不利这个，就对了。下面一颗念佛功德啊，请看经文：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呐，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这是阿难尊者请法，也是一段很重要的心念。啊，为什么今天世尊放光现瑞？殊胜微妙，乃尔像这样子的，从来没见过的。啊，我们看念老的出去，去是过去，来是未来，现在这是讲三世。三世诸佛相念，诸佛相念里面互相念佛，
实实在在说，一切诸佛没有不念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也念一切佛，这是诸佛相念真正的意思。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细心去观察，的确只有阿弥陀佛真正称得上究竟圆满佛，其他的诸佛当然也究竟圆满，但是阿弥陀佛比起三世诸佛更究竟更圆满。从什么地方体现出呢？从普度众生，这样简单，这样方便啊，这样稳当快速帮助人成就，是一切诸佛所说法里头没有的。因为通途都要断烦恼，都要消业障，哪有不断烦恼不消业障成就的？没这个道理啊。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没有叫人消业障断烦恼？有啊，不是没有啊。啊，他的方法太妙了。啊，他就叫你呀，一心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的烦恼就会断，你的业障就会消。什么原因？是阿弥陀佛将他48愿无界修行，极乐世界成就到今天10劫，就像经常讲的10劫，这个10劫戒因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到极乐世界修行都成佛了，这功德多大！本愿的功德，自己无界修行的功德，十大劫度化众生的功德，这三种无量功德回向给你，加持给你，让你无量界的烦恼习气啊，一切业障自然都化解了，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啊！啊，这个阿弥陀佛能做到啊，别的佛想做还做不到啊！但是佛佛道同，啊，一切诸佛如来会下，像我们这是释迦如来会下，有这样的根性，跟弥陀有缘，佛都劝我们到极乐世界去成就。啊，让我们这些人待业往生，业障自然化解，到极乐世界业障就没有了，真正不可思议。
啊，这法门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抓住，决定不能把这个机会呀错过。啊，这样诸佛相念。家乡素月，去来现在，佛佛相念者，说明三世诸佛皆有化众生之念。啊，这个不是假的。一切诸佛都曾经发过这个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都有这个愿。啊。那么度众生方法善巧到极，无过于阿弥陀佛。所以一切诸佛只要根性呢跟阿弥陀佛相应的，统统把他送到极乐世界，送到阿弥陀佛的成就。阿弥陀佛那里好像是一个学校啊，诸佛如来都把他的后裔啊送到那里去成就，啊，那不是造就，是成就。这一句话，诸佛皆有化众生之念，诸佛本来是一体。诸佛都真的，既然是一体，决定是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光光相照，至至相照，故曰相念也。啊，佛佛相念呐。真切曰：“去来现，这是三世佛等，举三世佛相念，以推度今佛所念。”这个话讲得好。啊，阿难说的这个话，想必现在释迦牟尼佛也在念诸佛。啊，所以才现这样殊特的相好，啊，放光显锐。又何赞曰：“我以三世诸佛相念，累之得无今佛一念诸佛，然今超过诸佛现此其相啊！”有何故也？这都是祖师大德们在揣摩阿难说这个话的用意。想的都不错，确实是这个样子。经云：“为神显耀啊，光瑞殊妙。”表所现色相，光颜巍巍，微神难测，放光显锐，殊胜微妙，设方宝刹了，应现光中，是故称为超过诸佛。啊，用阿难看到。啊，在佛光中啊看到了。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含容空有，都在世尊
所放光明当中见到。啊，所以阿难说，超过诸佛了。啊，阿难，因现度光瑞，现是现前，佛放光，他在场，他亲眼看到的。啊，前所未见。阿难是世尊的使者，佛讲经说法，大乘经几乎都放光，阿难常见。这一次放的光非常奇特，阿难从来没有看见。啊，所以才有这些问题，啊，这些疑问，啊，欢喜庆幸，啊，机会难得遇到啊，说佛子思维，今日世尊现稀有之光明，显难睹之瑞相，啊，今天的瑞相不容易看到。故知世尊比如大吉之定，助其特之法。换一句话说，一定要说无比殊胜微妙的大法。此定此法，即是念佛三昧，念同佛。导师之行，行同佛；最深之道，度生之法同佛。盖以三世如来佛佛相念，故推记世尊，经时必正念佛。但未知所念何佛？啊，所以阿难猜想的不错，世尊肯定念佛。啊，念佛，佛也念他。啊，得佛力的加持，现无比殊胜的瑞相。啊，所以问，为念呢？过去未来诸佛也，啊，世尊今天所念的是过去未来的诸佛呢，为念现在他方诸佛，啊，还是现在，不是我们娑婆世界，他方世界诸佛，若不是念佛，何故今日佛之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啊，这解释威是勇猛，神是不可测度，显耀是光丽，佛光中应现庄严之十方宝刹。妙贤华严不可思议之玄门，所现光瑞也，殊妙绝伦呐！啊，这是阿难请法赞叹的意思，都在这里显示明白了。啊，下面正式请说。就一句，愿为宣说。啊，这阿难请法。
尤其勤佛当然会问为大家宣说、我们肯看下文，暂勤叙说这个课盘这里头分四段第一个是成佛技术，看众生的成佛的机缘成熟了，这要紧啊！这里分三段，第一段是佛赞文义，你问得太好了。于是世尊告阿难也：“善哉，善哉！汝为哀民利要，助众生苦，能问如是微妙之意也。”你问得太好了善哉善哉，就是太好太好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六段为本师大问之语善者好也，善哉，称赞之词这都论语善哉善哉，再言之言呢，喜之甚也，非常欢喜，说了两个善哉善哉，太好了，太好了净云师为阿难所问，称机，就是现在在会的大众，佛如果介绍这个法门，大家会相信。能理解，肯发现，这是机缘成熟当法。佛要想宣扬这个法门，这些人正是可以接受的，合适又和时节因缘。趁机当法合适那佛当然欢喜。真解为所问称可佛心故佛就是想说这个法门这一问佛真是称心如意也。宣扬微妙大法，以下呢即如来自是赞叹之故佛为什么赞叹阿难？说汝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哀悯是悲心，大悲也。众生太苦了，在六道轮回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是苦到极处了，中国外国历史从来没过的。灾难这么多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不再隐晦了。许多场合当中大家都公开的来讨论这个事情。灾难太多了，没有办法。不能不承认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阿难问得正好，所以哀悯
大悲心，拔苦心切，希望众生离苦得乐。利要呢，是慈心与乐。啊，悲希望众生离苦，慈希望众生得乐。所以佛赞阿难，如今愿拔一生一切众生苦，于一切众生乐，但能问如是之意。你问得好，微妙。法体有玄，故曰微。啊，这是讲的这一部经，法就是这一部经，这一部经的经体是真实之际。啊，是一切众生的本性。有玄呢，啊，这叫微也。不可思议也，这叫妙。啊，盖以法之本体，幽深玄妙，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故曰微妙。啊，你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啊，底下一段是用比喻来说，啊，你所问的无比的殊胜。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啊，你这一问，功德可大了。为什么？众生得的利益大，你的功德就大。众生得的利益了久远，它影响久远，你的功德更大。那么这个法门跟一切法门不一样，佛法消灭不是突然的，是逐渐逐渐慢慢的，没人学了自然就灭掉了。啊，大藏经摆在那那么多，没人学，法就没有了。啊，不是没有。啊，没有人讲演，没有人学习，法就没有了。啊，往后，在这个世间呢，流通最盛行的就是这个。其他的法逐渐逐渐没落，啊，学的人越来越少，这个法门学的人会越来越多。啊，我们相信末法再过一千年之后，大概全是这个法了，其他全没有。那么阿难这一问，功德可就大了。末法一万年呢，这一万年人能得度，就靠这个法门呐。啊，所以他这一问呢，真的超过供养一时天下的阿罗汉辟支佛，啊。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
啊，你看上面是供圣人，下面是度凡夫，功德百千万倍，不能比呀。啊，我们把念老的注解好懂，啊，念一遍。如今试问，这佛说，他如是阿难，啊，你今天这一问，这一句，一直到这一段的末尾，都是表阿难此问的功德。一天下，四天下之一。啊，这个地方四天下之一，就是指的地球。我们跟你讲，全世界。啊，即住于须弥山四方的四大洲。第一个南瞻部洲就是地球。第二呢，东胜神州。第三呢，犀牛贺州。第四，百余丹州。故知一天下了即一大洲。啊，佛言，阿难此问的功德，甚于供养一大洲的阿罗汉。我们今天讲全世界，啊，全世界的阿罗汉辟支佛，啊，这个问的功德超过供养，啊，超过呢多劫布施诸天人民。即云飞软动，这成类百千万倍呀！啊，布施累积即是时间，很长的时间。啊，《制度论》上说，四十里的石头山。有长寿人，每一百年呢来一次，用他身上穿的细染的衣服，哎，在这个石头上佛指佛事，把这块石头啊都磨干净了，而结未尽。你说这个结的时间多长？四十里的一块石头，啊，这是来形容时间之长啊，不可思议啊！原是小虫，原非能飞的小虫，蠕动，这是爬虫，啊，小爬虫，啊，这是说你。对上供养阿罗汉辟支佛，对下呢布施累劫六道众生，啊，诸天人民云飞软类代表的六道众生，功德百千万倍呀！啊，这是。问法的功德，请问的功德，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